产妇揸碌棍，个卡塔走揽见腰。哎 ，Michelle， 支棍唔系咁样用噶，你跟我过嚟，我教你啊。以呢支重660克、长66cm 嘅棍做出嚟嘅运动叫博卡塔，右手喺上边，左手喺下边拎住棍，先将棍向前放喺中心，然后向左绕个头。每次做出动作前要收紧个肚，有助锻炼腿部嘅肌肉噶。右脚向前，左脚坐后，双手握住棍，同心口推向额前。呢个动作集中背部同埋手臂运动。双脚直立，将棍放喺左腰间，然后由左转向右腰，同样有助锻炼肚同埋背部肌肉。左脚向前企，然后将左脚提高，屈膝喺胸前边，棍由横放转成直放，做出防反嘅姿势，有助锻炼全身嘅肌肉。学完整个课程之后，就可以好似导师咁跟住音乐自由跳出舞步噶啦。